你们也是好，到了我们明目张胆欢迎副团姐，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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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奋再次见到大家，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太久没有见到你们，想我吗？想，真的想的告诉我一下，真的想吗？想，假的想的告诉我一下，假的想的可以从绿色那个安全出口可以出去一下。然后这次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是没错，因为是跟我自己性格比较像，我觉得自己可能我性格比较内向嘛，为什么会有人笑得这么大声？我在换衣服，我的耳机里突然传出一个在那，我在认真地介绍我们的主题呢，9:29，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可能应该说是不会被听到的一个像四声波这样存在的一个存在，但是谢谢你们每个人听到了我的声音，让我慢慢可以从一个个舞台走到你们面前，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听到我，也非常感谢你们选择我来治愈你们，每一分每一秒你们也都在治愈着我，让我这个曾经以为自己是孤岛的鲸的人，慢慢有一条路，却慢慢遇到更多同频的你们，谢谢你们好吗？你们唱歌，你们是不是因为你们唱歌唱得很好，所以听着我觉得呀，这个人唱得还不错。老师，你笑笑的声音太大了，我是说很开心啊，很开心这样听到这样的笑声。而且，哎呀，我觉得我想说太多了，我还想继续听你们唱歌，你们愿意继续唱给我听吗？那这首歌要跟我一起唱啊，《若梦》。好，对我是好。然后现在里面现在揪的是咱们这次出通告的每个同事的代号都写在了里面，你从里面抽两位同事，然后拿他们的信息在抢票的平台上抢票，然后如果抢到了，那这次就可以不上班。我都有放进去吗？你的没有。如果抽到我自己，我那天可以不用上班。反正就是刚好也是你们想我陪你们啊，不是我陪你们，就是我们一起抢票。我随机摇两个出来吧，比较。哦，哇，是谁呢？哎呀，我出来了，你俩。就一个人。哇，来了。我操，是。喂，是你吗？如果我没有抢到票，他们还是要上班的。M 是咋回事？哦 ，M， 哦，精彩！来，我们现在又开始录入他们的信息。没有抢到票，真的很尴尬。你等着瞧。一天叫好两位关脸人，然后都。都深，现在距离贵阳站抢票还剩8分钟，8:05:03，预抢票。既然是给你们抢的，那就抢的便宜吧，抢3.99。所以我到时候就一直在这儿按就好了，是吗？对的。哦，好，那我们7分钟后见。拜拜。马上开始。跟护手霜。一般这种情况下一定会抢到。活动活动时候是，马上来了，豆姐，我看一下，哦，20秒，15、14、13、12、11、10、9、8、7、6，好紧张啊！
三二。啊，这是为什么？这什么意思啊？看不懂。没有。我刚刚那是什么意思啊？上班吧，老师们。好吧。老师，请问难抢吗？老师。我觉得是我经验不够。好吧，我该去直播了，拜拜。感受到了参与感吗？我都不知道我参与了吗？这算参与吗？参与了，参与了。好吧，原来是这种感觉，真的。无助啊！要不要把横店的举考打开一下？都是你啊？这是我吗 ？Z， 那是我。这要是我也挺好。我看网上他们说让我自己去抢票，没抢到票就不用进去了。那好吧，就这样了，再见，拜拜，准备直播了。几分钟前，我要是抢到了，我们就不要到我们下一步。那可是精彩了，精彩。这个我的闲来一朋友。哇，有点声音，好紧张啊，来了。You are the only only one who hears me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 heard my heart beat. Please be my only, the only one who I need. Can I imagine life without you? Never leave me alone. Don't go far away. Just stay with me. You are my in the darkness, but all you saw me. Tomorrow, just let it be. Cause I know you'll come with me. You are my only. There, waiting for me. I will never Love of me, not yet.
说实话，我中间这些奇迹时刻，哇 ！Amazing！
我就是要不负责任的，真的不知道怎么给你放下。